给贺，我是阿波。这一次呢，我不是一个人出来玩的、啊，我们是一群人出来玩。然后我知道大家要看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有今天有可爱的妹妹两位要跟我们一起去釜山玩，耶、yeah ！这个会放在那个，这会放在 YouTube 上的哦。跳舞，真的会跳舞吗？跳舞啊！真的假的？我们是同班同学。我们可以去那个他们那个电影节的那一个广场那边。然后我可以拍你们两个跳舞，好不好？不用，哎、欸，很棒哎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期待，期待会真的会放 YouTube 啊，真的啦，真的，我粉丝没有很多啦，六万多个而已，对，六万多的粉丝而已，对对对。好的，晚餐呢，我们一下飞机就直奔我最爱的韩式烤肉店，这间呢真的，大家来釜山一定要试试看，大家已经吃到完全不想理我了，大家看后面，哦。哦，专业的，已经包好了。哦，睡，我上吧，舒服对不对？第一站直接来，这个就是舒服的啦。哦，啊，第一个就直接来个韩式烤肉，哎、欸，爽不爽？好吃。沉浸式看美女吃烤肉露营。对，就是要一口，舒服。哎，他连饭都很好吃，他的泡菜很，他泡菜也很棒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入住的又是金海的韩屋体验馆，超美。你看，大家都已经在玩了。怎么了，公主，你有什么事吗，公主？啊，公主，你刚才把那个门打开是要等哪个王爷吗？啊，龟头锁是不是？对，龟头锁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们那个胎教要好一点啊，这个是女儿哎、欸，我们不要讲这种奇怪的话好不好？早点认识，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啊。没有，那个是那个自然科学的部分啊。好，这是我新相认的那个同届的同学。哎。哦，真的，你们穿这种，这个叫什么？改良式的、新式的，很适合，很棒。有没有真的有穿越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穿越吗？这是美少女战士吧？这不一样吧？没有，到底有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？有好不好？人家有童年，我们是同学，好不好？太疯了。怎么了啦？你干嘛一直笑你老公啊？你怎么了啦？你怎么来？你解释一下，你在笑什么？来解释一下。你是安怎啦？你是中了什么？跟大家讲，这是全球独家，只有我们这一团有的，可以在韩屋里面穿韩服，对不对？对，全球独有的啊！我，哎、欸，你穿这样其实真的很帅，很适合，本来就很帅了。哎呦，更帅，真的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真的，阿波团跟起来就是这么好玩呐、啊！吃到饱的韩食超丰盛的哎，大家看，这是沙拉区，然后那边有那个熟食区，刚吃完饭卷，然后马上又来了这样一条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对啊，饱到天灵盖。对啊，饱到天灵盖了，这样了。学
寒食吃到饱啦，阿鸟诶！你看安尼有生意无啊？我讲你看安尼中岛有生意无？爽吼！哦，搁有炸鸡啥物诶哦，开心呐、啊！系啊，阿婆就是最怕大家饿啦，好不好？欸、前面三位少女，嗨！哎、欸，你们对于这么可爱的车车有什么心情？可爱死了！真的，你骗人，你还活着。等一下上车之后更漂亮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很期待，很期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等你们搭完，我再访问你们的心情。我真的很漂亮，大家看，姐姐有没有很兴奋？很可爱哈、哦，那车车，哦，很棒哈、哦。那、啊、等一下上去，对，上去多拍一点。你们看到哦，这样过去就很漂亮了。棒。对啊。其实它不是左冲很漂亮啊，对啊。其实它一路都很漂亮。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呢，就搭胶囊列车，推荐胶囊列车，一定要搭，真的，单程的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那个风景简直是度假来的，真的。而且如果你搭不，你在台湾，听说现在在台湾呐、啊，它的胶囊列车已经订不到了，网路都是封锁的，爆满的，对，找谁？找演员，就是，嘿嘿，那就对了，真的，还是要自录一下、啊，对不对？ OK 的， OK 的。文哥，你很爽哎、欸！哦，躺成这样啊！哎、欸，你专业司机帮我们评论一下这台车啦。舒适，这应该是很高级的哈，分团中啊，豪华，好豪华，真的舒服啊！这种车子真的很棒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它木地板，虽然有可能是贴的，可是你看，舒服。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车车，我们车车真的是最顶级，最顶级哦，真的。跟团没有坐过这么顶级的车子啊！上车就想睡觉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因为它那个枕头也很舒服。它其实后面那个枕头，我们让美女帮我们演示一下，比飞机还要好。哦，真的舒服。这一团真是超值，对不对？舒服的啦，超赞。这团人家赞，我看啊，大概用诶，躺平，然后脚还可以这样放起来，就可以好好睡觉了。我、哦、来，哇哇哇哇哇！来了！哇，这个是，原来这个才是重头戏啊！有什么夸张的？大家吃到饱。对啊，来这里就是吃到饱。来，你吃到饱。啊，对，剪刀，来。对。行吃哦。哎呦，那可以啊，吓死。来这个。很爽哎、欸。大家有看到那个红蟹了吧？吃到饱，大家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少。我说真的很少跟团大手笔带你来吃这个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来注意这边，这是教大家怎么吃哦。这个呢，腿中间，哦，这样肉就都出来了。哦，好，哇，好厉害哦。哦，这部分也有。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你好吃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都还买得不到，谢谢。太厉害！来这边两个专业的吃蟹高手，看怎么。它下面还没搅开。有果粒的柠檬茶呢？对。要改来。有，它有柚子，它柠檬茶是有柚子，特别。很好喝。来，哎、欸，这一杯3000块韩元 ，OK 啦，没贵啦，哎、欸，外面现在买一杯无糖绿茶就要5000块韩元了，哦，港式柠檬茶，然后又有柚子这样哦、喔，对，啊，它是用柚子糖啊，对，柚子，哦，水哦，哎、欸，这根也塞哦，哎，路边如果在那个国际市场，我们刚才路边有看到一个柠檬茶卖3000块，就是它了，哦，啊，哪一间？跟我来，我就带你去喝。3000块。嘿，跟我来，我就带你去喝。这个芦荟霜，8000块，就大概台币200块。它原价是20000呢，结果它8000呢。那这里可以多买一点啊，就不要拆人家的台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刚才凉，还是吸收度没办法？吸收还可以。还可以哦、喔，啊，你背包足凶呢。嗯。嘿，那芦荟，其实这也当做护手霜，会使哦，会使哦，因为芦荟本来就天然的，袂歹啊。现在就是带团员来带大家来，那什么寻宝，哦，到南浦洞这边就是四处拍，四处逛，
然后有很多很漂亮的那个小咖啡厅，然后还有什么那种饮料店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摊子。哦，跟你讲啊，准备个差不多$100在这边哦，就可以吃好、逛好、玩好，很赞，很赞。糖饼什么感觉？赞，好吃吗？因为它坚果很丰富，就是好多，对，它坚果好多、哦，坚果也不会太甜。它里面那个糖是什么？然后外面炸的脆脆脆的酥酥的，就是口感蛮好的。哦，哎、欸，大家都很会讲哎、欸，好厉害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糖饼难怪会排队。其实它是饼薄薄的，它里面的馅量很多。哦，量很多哦，对啊，欸、全满的哎、欸。各位小伙伴，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团员们。为什么要等我们团员们呢？因为后面这间叫做大创，大家来韩国记得大创一定要逛，因为里面东西真的是又便宜，然后又多，然后东西一些它里面还有一些小东西啊，很有趣，很可爱，所以大家哦。好，大家要分享一下三天来的心得。什么笑成这样？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跟一般的团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真的完全不太一样。哦，很轻松，对不对？就是至少不会赶行程哦。你要对啊。不同的话说，带队的人很北啊。没有了，带队的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妈妈要这样说你啊？我没有带队，我们真的不是带队哦。你没有带队，没有我马赛克单马赛克，我陪同，我陪同而已哦，我没有带队哦，我没有带队哦，好啊，就是真的是，我觉得大家这样出来真的是氛围很好啊，真的真的，主要是因为带队很北蓝。哦，这两位小美女超强的，都不回去休息哦，真的都不休息。那个自由行哦，真的是把自己的两只脚不当脚在用，你知道吗？好棒哦，超强超强，有点可惜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是记录一下，然后让大家去了解一下。哎、欸，其实跟团是有不同的玩法，不会是哦一直逼你买东西啊，或者说让你一直去走景点。跟团也有自由行的感觉，嗯，没有，不是跟团要找北兰的人哦，跟团要找北兰的人是不是？那哪一个是北兰的人？我自认我不是的、啊，就是他认为说不是的人就是他。轻松啦，轻松啦，不会觉得每天都赶行程、哎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也不会觉得每天都一定要买東西。你知道为什么不会赶行程吗？因为我吃不消，所以说，哎、欸，我吃不消的也不会强迫大家啊。有机会的话，哎、欸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国玩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到韩国玩的话。有下面的那个报名连结，你就赶快报名啊！如果其他国家你也想要的话，你跟我讲，好，我来去研发一下跟一般旅行社不同的行程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出国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